小鬼日子过太爽，就会开始装神弄鬼。肚子饿了吧？我去帮你煮面。嗯。怎么可能啊？心电感应，这样安明算通过测试了吧？我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你真的要这样做啊？这次呢，有帮你准备了沐浴乳、洗发精还有牙膏，你再看看还有缺什么东西，再记得提早跟我说。好，知道了。爱丽丝，你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每次补货呢，那个时机点都恰到好处。我欣赏你。谢谢哦。不过这些东西又不是帮你准备的，你在高兴什么？该不会你？我只是有时候东西吃了，稍微借一下。借一下？我这些东西？蓝守伟，你真的很幸福哎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只需要顾着画画，其他事情都被你操烦。剩下的爱丽丝呢，不管是内衣、内裤、牙膏、洗面乳、卫生纸，都帮你准备得妥妥当当。我也好希望可以交一个像爱丽丝一样的。你不是昨天才分手吗？现在就想交新的了？有差吗？我告诉你。交女朋友呢，就跟换衣服一样，一天换一个，这样才幸福。大猩猩，爱丽丝，你觉得我可以交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朋友吗？我觉得，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耶。
哎，还是你要先转头看看有没有你要的答案啊。大猩猩，难道你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该不会又来了吧？果然，你不用每一次都上演一样的戏吗？大猩猩，你真的交女朋友了吗？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交女朋友？你不用再装傻了，我都已经听到，也都看到了。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在一起，请你把我的履历表还给我。你叫我把履历表带出来，就是为了拿回去。等一下。大猩猩，请你收下。女友履历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打算接受任何人的感情，但是我还是想先投一下履历。如果有一天你想谈恋爱了，我要当第一个面试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Yes。口头答应不算，我要手拉手，盖一张。你交一个女朋友，我就要交一个男朋友，我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幸福。每次我交女朋友，你就跟我要履历，然后又丢在我身上，你到底烦不烦？这次不一样。就像我们一了百了。大猩猩，难道你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你答应我，绝对绝对不可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我答应你。玉手啊，玉手。希望你可以发挥出你最大的神力，一直守护大猩猩，直到他考完学测为止。如果累了，记得补充一点血糖，可以让脑袋更灵活。大猩猩，巧克力吃完，随时跟我说，我是你的后备补给小组，知道吗？